俄新社四日报道称，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当日在一场会议上谴责美国阻碍俄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新闻委员会会议，未向两名专家发放签证。俄方代表团团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扎哈罗娃直到三日晚才拿到签证。波利扬斯基强调，俄方签证申请早已提交，俄方认为美方这种做法不可接受，并敦促联合国秘书处不要允许这种做法的存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特就这一情况评论称，我们数次向美国提出这个问题，直接与他们讨论，我们将继续在与美国的会谈中提及该问题，让联合国事务有关的每个人都获准赴美参加会议，这十分重要。